首先将身体垂直站立，双脚肩并拢，身体尽量放轻松，完成预备动作。第一式，怀抱太极，身体保持站立姿势不动，双手由后撩起，如抱球状拉至胸前，双手尽量放松，掌心相对，左上右下静置胸前。第二式，托案平整，双腿并步下蹲，身体微转向左方，右掌向左上方，以阳掌顶出，左掌同时下压至膝盖前方，接着左脚向左跨出，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左掌由右手下方以平掌向前切出，右手则拉回腰际，握拳扣定。第三式，回波冲打，挑右拳，左掌不肘，向右横拨而出，全身向右回转180度，收回右腿至左脚旁虚扣，横拨的右手顺着回转之势拉至身体右上架定，上右脚向前踏出，呈弓箭步站定，左掌依然护肘不动，右拳顺势向前直击而出。第四式，接手平掌，全身向左转90度，撩起左腿呈独立步站定，右手化掌向前平撩而出，左掌顺势护住右背旁，接着上左脚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左掌由右手上方以平掌向前切出，右手则拉回腰际，握拳扣定。第五式，上步挂掌，撇左步，上右步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左手画拳上挑至耳边放置，同时右拳向前直击而出，第六式，会步结打，
右步后退，将身体拉回，左拳下风，置于右肘上方，接着拉起左脚，呈独立步站定，顺势拉回右拳，左拳向前下方横击而出，拉回的右拳则紧扣腰间放定，由于急向前下方，身体自然形成微向前倾的姿势。第七式，进步调打，左脚向前落步，呈撇步站定，左手顺势画拳，上挑至耳边不动，接着上右步，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右拳向前直击而出。第八式，按压拨掌，右脚原地圈撇，呈撇步站定，右拳画掌，原地向前圈踩，接着上左脚呈坐虎式站定，顺势收右手，左手向前绷出，身体向前原地顶出，呈弓箭步站定，同时左掌下压，右手画掌向前反切而出。第九式，横击崩拳，收回右手，左手握拳向前横崩而出，拉回的右手则握拳紧扣腰间放定，随着前崩之势，身体尽量向前探出。第十式，进步踩断，左脚原地圈撇，呈撇步站定，左拳画掌，原地向前圈踩，接着右步上前，使身体向前冲出，随着前冲之势，双手下甩，右步上前落地，呈弓箭步站定，双手向内横割，以右靠肘击向前方，肘掌交加之际，自然会击出声音。第十一式，鸳鸯双掌，左脚前移，使身体向前冲出，同时双手由外向内圈回胸前蓄劲，上左脚呈坐虎式坐定，双手画双立掌，左前右后向前直推而出。
十二式上步穿手，右步向前，使身体向前冲出，收回右手，左手原地画风手，弓住前方，上右脚呈弓箭步站定，左弓掌下压，右掌顺势向前直刺而出，第十三式吞挑踹，双脚原地不动，全身向后，将重心坐至左脚，顺着后坐之势收右手，左手扳掌上顶，横架头顶上方，随着后坐上架之势，身体尽量后仰，右手握拳扣于腰际，接着全身左转，双腿原地蹲下，呈马步坐定，同时以右平拳直击向身体右侧，左手则仍然横架头顶上方不动，第十四式转身撩掌，双脚原地不动，全身左转，呈弓箭步站定，左掌则顺势收于右背旁固住，第十五式退步消挡，全身原步后撤，将重心后移，拉起左脚呈独立步站定，顺势拉回右拳，左拳向前下方横击而出，拉回的右拳则紧扣腰间放定，由于急向前下方，身体自然形成微向前倾的姿势，第十六式反擒劈砸，握左脚上前呈撇步站定，同时左拳化掌向前直踩而出，接着上右脚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右拳由后向前直劈而落，随着右拳劈落，左掌扳掌应接，拳掌交加之际自然会击出声音，第十七式踩压探掌，全身向后拉回，拉起右脚呈独立步站定，顺势双手左甩，先右后左，右踩左弓向前连出，接着进左脚上前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左前掌下压，右手化掌向前直刺而出，第十八式全身结杂，身体左移，
左转成弓箭步站定，右手立轴，以弓切掌向左横切而出，左掌则顺势拉向左方，弓于左膝前不动。接着身体原地右转，呈坐虎式站定，顺势左手上翻架顶，右手同时以横劈拳向右劈出，第十九式上步踩岸，右脚原地圈撇，呈撇步站定，右拳化掌，原地向前圈踩，接着上左脚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左手化掌，由下向前以撩手反扣而出，全身原地向后蹲下，呈坐虎式坐定，左掌下翻，顺势双手扳掌下扣，反擒劈砸，左脚原地圈撇，呈撇步站定，同时左掌向前直踩而出，接着上右脚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右拳由后向前直劈而落，随着右拳劈落，左掌扳掌应接，拳掌交加之际，自然会击出声音。第二十一式，按压拨掌。双脚原地不动，仍然呈弓箭步站定，右手化掌向下压至右膝旁固住，左掌则原地向前以短劲顶出，第二十二式转身扑肘，双脚原地左转，使身体转向左方，左手顺势向左踩出，右手蓄劲不动，身体向左转正后，仍然呈弓箭步站定，右手化肘向左横扑而出，左掌拉回应接右肘，肘掌交加之际，自然会击出声音。第二十三式回身倒轴，双脚原地右转，使身体向右转回，右肘不变，将左掌拉起顶住右拳蓄劲，身体向右转回之后，仍然呈弓箭步站定，以左掌之力
将右轴向前直顶而出。第24式披挂双按，双手画掌向外两侧甩开，左脚以勾撩腿向前撩出。身体向右转回270度。双手以双抄掌向上穿出。身体转正后，右撩腿撩定成独立步站定，双抄掌绷住面前，双掌背相对，双轴尽量向内扣紧。接着左脚向左落步成马步坐定，同时双手以翻圈手向下绷压，固住下盘。第25式踩劈回靠，左脚原地圈劈呈撇步站定，左手画掌原地向前圈踩，顺势将左手后拉置于身后蓄劲待发。接着上右脚使身体向前冲出，顺势左掌不动，右掌由右向左横劈而出，借着横劈之势，身体左转成弓箭步站定，右劈掌顺势劈至左方，左掌自然护住右背下方，原地向右转正，仍然成弓箭步站定，右掌顺势向右，以横切掌向前击出。左掌则反撑于身后不动。第26式转身撩掌，双脚原地不动，全身左转成弓箭步站定，顺势拉回右手反身向前，以平掌向前撩出，左掌则顺势收于右背旁固住。第27式退步击拳，全身原步后撤，将重心后移，拉起左脚呈独立步站定，顺势拉回右拳，左拳向前下方横击而出，拉回的右拳则紧扣腰间放定，由于骑向前下方，身体自然形成微向前倾的姿势。第28式左踩右砸，若左脚上前呈撇步站定，同时左拳画掌向前直踩而出，
接着上右脚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右拳由后向前直劈而落，随着右拳劈落，左掌扳掌应接，拳掌交加之际自然会击出声音。第29式右踩左砸，右脚原地圈撇呈撇步站定，同时右拳化掌向前直踩出，接着上左脚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左拳由后向前直劈而落，随着左拳劈落，右掌扳掌应接，拳掌交加之际自然会击出声音。第30式踩架六腿，全身保持原弓箭步不变，左掌上翻，右手画雕手向下甩出，勾向身后，右腿伸直，以六腿式向前踢出。第31式右退劈砸，将踢出之右六腿向后撤回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右拳由后向前直劈而落，随着右拳劈落，左掌扳掌定接，拳掌交加之际自然会击出声音。第32式左退劈砸，退左脚向后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左拳圈下由后向前直劈而落，随着左拳劈落，右掌扳掌应接，拳掌交加之际自然会击出声音。第33式转身双推，右脚抽回将身体拉起呈独立步站定，同时双手向外踩出，收回腰际握拳扣定，身体向右转130度，右脚向前落步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双手以双推掌向前推出。第34式回身踩打，全身向左旋转回原来的方向，同时左手画掌向前踩出，顺着左转之势呈弓箭步站定，顺势拉回左手右平拳向前击出。
第35式合抱收式，上右步双脚并拢，并步蹲住，双手画掌向两侧甩下，接着将两腿伸直，使身体站起，双手由后撩起，如抱球状拉至胸前，双手尽量放松，掌心相对，左上右下静至胸前，全身放松，完成全部的动作。